哎，好，受累啊。谢谢这俩大姐啊，嗯嗯，挺好。刚才是高峰啊，是啊，高老师，栾云平，哎，嗯，高老师是我们这好演员，哦，卖力气，是在台上从来没有说偷懒儿，那不会的，没有，嗯，你们是感觉不到，是吗？话筒都湿了，这嘴里也太没功夫了，哎呀，不至于，呵，好家伙，行了，还至于到那儿去吗？都。过分了，这挺好啊，让他们两个休息休息，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。哎，我们说一段。今天是天津德云社开张的第二天，对，这是下午场，嗯，待会儿晚上还有，一天两场。哎，晚上你们还来啊？好。嗯，有人说不走了，嗯，你想得美。屋子小，对了啊，门口还站着好些人了，嗯，心里特别的不落人，可不，真的，何德何能啊，嗯，就是一帮说相声的手艺人，可不是嘛，大伙儿这么捧这么爱，嗯，昨天头天开业，我说门口还不得好几百人呢，结果人家有关部门告诉我了，啊，好几百人，有吗？不到四千人，好家伙，昨天街上三千多人，啊，天哪，太感慨了。是，你说这将近四千人，要是一人给我十块钱，凭什么呀？您这做梦呢，您这。所以我没出去，多新鲜！我一想，他们有的人可能不会给我，哎，对，压根儿也不会。明儿再试试。这一晃，你看他出去要钱去了，回来吧。不是，啊，都没给我，怎么能给你啊？就喜欢演小剧场。这氛围好，这多好玩啊！啊，因为商演抄起来底下少说五六千人啊，那还是体育馆啊，你弄一弄就是一万来人，嗯，后边的观众咱照顾不到，太远了，最后一排那离着我这好几站地，至于吗？你看在这儿啊，嗯，台上台下我瞧得见您，嗯，您也看得见我，这都好交流，它容易互动，嗯，跟聊天似的。对，这说相声这是最有意思，这就舒服啊！什么叫说相声？嗯，就是聊天儿，哦，就是聊天儿。哎，不知不觉中，嗯，把票钱拿过来。嗨，您说这是小偷？您这，你聊天儿不管用啊！啊，得我聊天儿 啊，专业的。你聊天儿就是聊天儿啊，嗯！我们是从小学说话，哦，对，语言艺术嘛，这都从小。做客，我刚才看到后台，我看他有白头，我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那五十多了，我认识的那我们打小发小啊，是那会儿小胖子，啊，对，也小胖子，那个嫩，年轻，真的那会儿都管他叫嗯叫什么，叫小阿哥，小阿哥是吧？小阿哥，皇太子，那，哦，那会儿就那么富态，富态的金，呵。哦，可爱，小阿哥是多好，他们管我叫皇阿玛。哎，我这个心里其实我承受不了，别承受，我承受不了，您知道吗？我心窄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哪儿的事儿，给我说这么老啊？您这占辈儿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嗯，两鬓斑白呀，就是土埋半截了，就过半截了啊，嗯，土都埋到眉毛的人了，我这过分了，您这个，你玩命睁眼，嗨。那不管用，这土打下去啊！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您得健康啊！啊，我这尽量，是不是？是，合作半辈子，这个最难得。嗯，有的时候，俩人在一块儿，您也知道哈。啊，说相声的张三、李四在一块儿合作些年，合作些日子，俩人分开了，为什么呢？是啊，就有不合适的地方。哦，总有不合适。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吧，啊，艺术的理念也罢，是很多。生活的细节也罢，嗯，俩人得了，咱们不合作了，就掰了买卖了。经常的，嗯，我们哥俩没有过啊，不牵扯这个，没有，就，嗯，说抬杠拌嘴都没有啊，从来不会合作半辈子没抬过杠，没红过脸啊，不吵架。有时候可能也因为创作的问题，我就，啊，心里别扭。是啊，当然我比他小四岁，嗯，我有的时候也是愿意这，嗯，我刚一这样，嗯，嫂子一瞪我，嗯。哎，也就没事儿。怎么这嫂子还在边上呢？你看，啊，谦儿嫂，哦，谦儿嫂，你们有时候听相声，老听我节目里边提到谦儿嫂，是一到这会儿，你们就
就不怀好意的乐。谁不怀好意？这些年弄得我都怪不合适的。哪儿呢？您不说就行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。我见嫂子规规矩矩、客客气气的，有时候让你们过度的解读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有时你看，有时台上的说点笑话也正常，啊、台下嫂子见着我，你又胡说呢，跟台上是不是？你看看啊啊，你那拿起嘴来就说，说完你哈哈一乐。人家观众说，有的朋友认识同事说我弄得我怪臊得慌的啊，这怎么理解？你至于不至于？你不提我，你们就活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嗯啊，好，错了错了，嫂子，嗯，以后改了，不瞎说。哎，你改不了你那个玩意儿。嗯，真是，行吧，咱尽量注意吧啊啊！这天可越来越凉了。怎么了？你穿秋裤了吗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穿了。哦，你准没穿。我看你穿秋裤了吗？去去。哪儿？这说半天还是有事儿啊！这个不要瞎说呀！废话，有在你脑子里边不要这么肮脏，知道吗？我倒肮脏了。好多事情都是你们过分解读，这还过分解读呢？是吧？咱们都干这个的啊！说相声，你说说谁？是，对吧？啊、说相声，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家的事儿啊，这有啊，这故事，我爸爸怎么着，我媳妇怎么着，我儿子怎么着？嗯。第二种就是得说他。就站旁边那位，哎，他们家他舅舅怎么样，他爸爸怎么样？嗯，第三种就是说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儿，就是别人。哎呀，今天咱说的事儿啊，是发生在北京市西城区北纬路啊，那儿有一个赵大爷，哦、啊，我们俩跟真事儿说，但这个他妨碍作品的走向，离着远，观众还得想、啊、北京西城区。你去过西城区吗？我没去过西，我去过东城区。西城区在哪儿？西城区就是原来啊宣武啊，然后后来改。他俩这一商量，脑子走神了。你后边相声就没有必要再说了，这听不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就是一句话：嗯，于谦的父亲怎样怎样，嗯，于谦的媳妇如何如何，这跟您看电影有区别吗？对不对啊？哦，不是说就你们想象的那样，和我跟嫂夫人必须要如何如何，你们这个没有必须，您就别往一块儿拉合了。咱就说艺术嘛。啊，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哦，它是假的，是。但是有人说为什么老听你的相声里边老有这个呢？嗯，这个倒霉就倒霉在我演的多，是吗？你说我一年就演一回，你网上你搜遍了，我就两段录音，你就指责不了我了。少，你这一搜，好家伙，好几百段，就赶上因为这个，我就不能让你们录，你知道吗？嗨。你不让他录音，不让他录像，他传不到网上，咱就没事了。哎，卖票还好卖。你这玩意儿，你白给，这就找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说，我一定跟大家再次重申。嗯。嗯，嫂子是谦儿哥的。重申这个？你重申这干嘛呀？你千千万万，你不要因为说观众盼望你就怎样，你不能那么做。谁没有别人盼望？法律会保护你的。多新鲜呐！知道吗？哎，你要能认准这一点，咱们就没问题。继续愉快的玩耍，好吗？压根儿就认准了。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，但也是最难的。是，你看我上外地去，有时候演出，外地有那朋友，呵，你可来了。我说怎么了，大哥？我得向你请教。我开了三个小剧场说相声，怎么到现在不卖钱呢？不挣钱。我说大哥，我开100个同仁堂，他也不卖钱呢。这是你跟艺术已经出了五福了，哦，都不挨着了。对啊，你跟相声没关系，凭什么你开园子就挣钱呢？嗯，不是，看你不是努力坚持了很多年吗？嗯，我说你得前提你是说相声，你得是明白人，你坚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这开一修鞋的店，开个打铁的店，我也不懂，我坚持一辈子，他也是个外行啊。对，外行坚持那是给这个行业添乱呢。嗯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你看我们都从小学相声，这叫做科吗？这个玩意儿太难了，哦，老得研究。嗯，你看好多东西就是您可能天天发生的事情，天天说的话您不注意，我们听完之后，哎，这得注意一下。哦，在节目里边可能会用到，这就是素材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啊，咱有的时候有人说话呀爱比划比划啊。嗯，这事儿你跟我说别的没用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就一个字儿啊，不，啊！你看这完全都是比划呢，就一个字儿，不，这都写出来了。看写，但是您研究没研究？啊，他写比划这字儿的，一定笔画少。
比划，他就说哪个字儿比划哪个字，一定就是个不。你看，你觉得特别对哦，哎，反常就乱了啊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饕餮盛宴。我就嗨，哎呀，别比划了，行了，好家伙，这还没写完呢，这个你看是不是？啊啊，这就是语言里边的一些个小矛盾，是，我们就得老得研究这个。嗯，你包括好多口头语儿。哎呦呵，你看你这个长得跟冰棍似的，哎，啊，什么冰棍不冰棍的，咱说点正事儿。哦，我呀有句好话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什么好话不好话的，咱们说说点真的吧。嗯，你看什么什么这个字儿也得少，这个什么好话不好话的。嗯，我今天要卖卖力气，什么卖力气不卖力气的。嗯，少，这都精炼语气加注。哦，当件这个如果多就坏了。那也是说到哪儿算哪儿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句，啊，有个古诗啊，啊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是，哎，嗯，什么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不锄禾日当午，汗，哎呀嗨，你说对了，嗨，不抬杠了。你看说相声就得研究。嗯，这就是日常生活，你们聊天，啊，您可能不在乎，嗯，搁到我们这儿就得在乎，这都是规律，对吧？嗯，说相声一个是脑子，一个是基本功，啊，我们这基功是很重要啊。四门功课啊，脱鞋就唱啊，脱鞋就唱啊，什么说学逗唱啊，说学逗唱，对啊，嗯，说嘴里得干净，这是基功。学啊，模仿个唱啊，模仿个表演呢，啊，模仿个什么动作？哎，逗更重要了。那是，你是说相声不逗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得让您乐呀，对吧？你包括最后这个唱，嗯，唱是指的太平歌词，哦，这是太平歌词啊，这是我们的四门功课。嗯，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什么呀？得有个好身体。说相声还有好身体？哎呀，您看像这种普通的日常演出，嗯，一人说一段，站在这儿啊，30分钟、40分钟，哦，也就完了。这不是你要干专场呢？专场怎么样？专场最少是三段起步，对。还不算翻场小段儿，哦，你底下抄起来成千上万的人，嗯，底气不足，声音达不到，嗯，后边观众看不见你的表演，您这个就算失败，这那真得用力气，花过千言不损自伤，是啊，我们说话其实完全靠的气，气不是靠嗓子，嗓子说话吗？声带这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，哦，有气体冲过它发出声音。嗯，你要全用这儿说话，一会儿嗓子就哑了。哦，完全靠在这儿，丹田。哎，啊，脐下三寸。嗯，哎，这儿为丹田，把这口气吊上来。嗯，它其实是个气功。哦，啊，完全靠这口气说相声。嗯，连说带唱，3钟头、5个钟头也不累。是，永远保证观众能听得见。这也是功夫，这就是功夫。嗯，所以为什么老让孩子们、学生们没事去锻炼去吧？嗯，跑一跑，跳一跳，是扩大肺活量。对，得学会用气。嗯，这方面于老师是表率。我还是比较好运动的。他好运动，他是他不像我，有时候我坐在那儿看看书啊，喝点茶呀，嗯，对吧？就得了。他行，我行，我我这个，因为天天工作也忙，有时录像，有时候演出啊，生活没有规律。啊，嗯，你让我早晨起来上健身房上哪儿，我去不了。啊，我行，他是准确。我这经常练，他早晨4点钟就起床啊，到健身房去拉皮条。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我4点钟去健身房拉皮条，对，晚点了吧？什么话这叫啊？头天晚上8、9点钟正合适，这个。你说话很龌龊啊！废话，什么叫拉皮条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！健身房有那个就这嘎啦啦啦。那叫拉背气，那个哦，就是就锻炼那个啊，对对，锻炼胸肌背肌，我没去过，您不练这个，这让您各位见笑了啊！人谦儿哥，我是经常练，反正健身房所有器材他全行啊，在组合器械嘛，到健身房不管谁练着什么都站起来，谦儿哥，还都认识于老师，你看得了大伙儿尊重啊，他也是挺高兴的，是吗？你又来了，哎呦嚯，胖子来了。这都熟，最近可不错。是，哎呦，呼呼呦，大个儿，大个儿。嘿，你最近可不错呀，啊，个胸肌练得真好。是啊，
于老师，我是女的。嗨，我就别跟人动手动脚的了，我就。哦，哈，今儿又没白来。好家伙，占便宜来了，上这跟这儿练，练4点钟就到，啊，练到5点半，一个半小时。哎，5点半或者到6点，嚯，这就算神清气爽了，练痛快了。哎，回家干嘛呀？回家的时候呢，是为了跑步。哦，跑着回家。哎，他住在北京三环的边上，嗯，就这一圈跑下来，是，我坐车来一圈我都嫌累。不，三环一圈啊？三环，这好家伙，哦，这我这个厉害呀！啊，关键是天天的呀，每天围三环。哎呀，围着三环呢、啊！哎呀，啊，我这不是跑一圈，我这爬一圈，这个王八精啊似的，我不懂就跑。哎呀，啊。他有的时候也能偷懒啊！我这跑一圈还怎么偷懒啊？一下雨，啊，就不跑了。下雨就没法跑了。下雨得了，嗯，收了，不跑了，回家了，歇着吧。那回就是一下雨，得了，回家吧。对呀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嗯，打小区里边也出了一跑步的，也有锻炼的。这跑步的，嗯，一丝不挂，哟，光着，光跑出来，哦，天都愣了，嗯。行，别看了，哎，啊，干嗨，人家看看他，嗯，看什么看？怎么了？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？啊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话里有话呀，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怎么还不重要呢？所以说锻炼身体很重要。哎，咱们主要说这事儿。哎，这儿回来之后，嗯，吃早点，啊，吃早点，喝一杯茶，好，整个人从上到下。嗯，觉得一团正气，神清气爽。上午一般来说，哎，嗯，他要下一下围棋。哦，这就玩一玩静的运动了。他们家对门那邻居啊，围棋大师，哦，是个高手。哼，一到9点，嗯，大师洗脸漱口，吃完饭，嗯，上他这屋来，对弈嘛，哥俩坐好了，啊，点上一个香炉，你还真讲究。哎呀，青烟袅袅。这有氛围了吗？哎呀，放一张老唱片，呵，噔噔的楞滴噔噔的楞滴个里面。我们俩坐猪圈里下棋呢，是怎么？这猪八戒出来才这音乐。我不懂啊，原谅我的无知啊啊！放一张老唱片，哦，反正古筝啊、摇琴呢、啊，哎，都这个。这俩人坐一对联，嗯，于老坐这儿，大师坐对过，那叫对弈吗？哎，嗯。这个围棋，我不知道您哪位是行家啊？反正叫黑白子嘛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。哦哦，啪，哦，军长，军棋呀、啊，不是围棋呀、啊。哼、嗯，你再看大师的啊啊啊，2-4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哎，于老师这边，嗯，砰，啥又不一样了？嗯，你大师那边，嗯，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盘俩人能玩到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玩到死，玩明白了就不错。嗯嗯，这一般来说2钟头，啊，行，可过去了。到9点开始吧，玩2钟头，俩人就腻了，这就周了，周了，行了，休息、哦。吃完中午饭，下午还有体育运动。啊，这又该运动。那当然了，这回运动什么呀？于老师得出去，先要打篮球。呵，我还这么剧烈的运动？门口有一个大高个篮球队。你瞧这名字，最低的那个啊，1.95米、嗯，好，太高了。就爱跟于老师玩，是为什么？给于老师撒到场里边、啊，这帮大高个啊，好，投，好，怎么这打地鼠呢？是怎么着？干嘛踩呀、啊？于老师最拿手的动作就是钻裆啊。啊，是啊，我要过背也过不去。嗯，啊，连窜带咬啊。啊，这帮运动员每个人的裤衩都是破的。好家伙，还带咬的，哎，就为了活动，进球不进球那管什么用啊？哎，咬他们才重要。没溜，玩1个钟头。哦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啊，对，别仰头了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赶紧走吧。打这儿出去，嗯，去打台球。哦，还这是高雅运动了。于老师单有一台球杆，哦，自个儿扛着，这是私房的。哎，那等你得，怎么老有这音乐呀？不是喜庆祥和的音乐吗？这不要音乐了。哎，到了这个台球厅，嗯，所有人，哎呦，又都认识，尊重。哦，人家管他叫嗯台球界的杜蕾斯。
台球界的杜蕾斯啊。这是一个外国人啊，这什么外国人？台球表演艺术家。行了，不对，嗯，那就台球界的戴维斯。啊、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怎么到他这儿都不重要。哎，于老师开始要打台球了，啊、这一帮人都不敢说话啊，看着看着，于老师拿着杆儿，哦，就撅在这案子这儿啊。是。你等会儿，我干嘛？我这补觉来了是怎么着？哎，这拉皮条起太早了是吗？注意你的措辞啊！废话，我怎么都躺这儿了？我报告你去啊！不是，这干嘛呢？不是，他得算那路线呢。算路线，您看着点。您各位都好玩台球哈、啊？这一杆子攮出去之后啊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您这一杆勒出去，打出去啊？打出去之后 啊，这个球它会有一个路线，哎，是怎么着的那个？没有画圈的啊。咱不懂，哎，得算，这脑子灵啊，是得算这球从哪儿到哪儿，从哪儿到哪儿，对 对, 对，得跟这趴在那儿算，嗯，一算一个来钟头啊，那是得睡了，那算一多钟头、啊有人过来拿毛巾被给盖上，嘿，这还是补觉呢，哎，这醒了，嗯，算好了，一杆出去，啪，打好了，灯都碎了，好家伙，就算这灯泡呢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这就完了。就到这儿了，毁一灯泡就算完了。高兴啊！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这些个对他来说，都是小吃。怎么着还有正餐呢？真正锻炼，人家家家传的，嗯，水上运动。哎，我们家这都好这个。从他祖父，嗯，那会儿就是，老爷子酷爱水上运动啊，就喜欢这个。他祖父喜欢帆船。哎呦，这是大项目，帆船带潜水，嘿，哎，先帆船，嗯，先帆船，哦，然后再潜水，这一下去啊，啊，五天，嚯，五天之后上来，哎呀，栩栩如生，哎，死了，好家伙，您那是不得不潜水了，那个，哎，就是很好，他祖父，哦，他们老爷子也厉害。我父亲，他父亲沾游泳，这个有一外号叫什么呀？水煮鱼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这不还是死了吗？是在水里边的主人，这个鱼大爷。这么解释？这个解释你满意吗？我不满意，我以为里边还有辣椒呢。没有，哪又不是四川的河？嗯，就这么叫水煮鱼？水煮鱼哦，那个过去来说，一提他爸爸在水里边都佩服。都知道啊，说他这个跟《三侠剑》里边那位圣婴相提并论，哎呦，这评价很高啊！过去听评书有一《三侠剑》，是是，主人公叫圣婴圣子川，对对对，三只金镖压鹿林，甩头一子镇乾坤，有名，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，道富在扬子江里边这么游，反着游，哎呦，八百里。就游这么长，当然这个肯定是有艺术的虚构。怎么啊？八百里这不太现实。八百里啊，我没听说谁在扬子江啊倒着游能游这么长，没有过。哦，哎，说圣婴这是一个艺术的渲染加工，但是他父亲确实是挑战过的。倒富八百里，哎，反正所谓倒富也是，反正有倒富倒着仰泳这姿势是，但是也有这个。迎面这个、那也不容易了。好，因为你要纯上江面上倒着游，这也不现实啊，看不见道。所以大部分时间老爷子还是就是迎面。对你这可以不用出来了，这么个姿势。啊，很厉害。嗯，曾经还请过一帮记者在现场。哦，还报道现场拍。嗯，证实一下。那是应该的。就在扬子江。是啊，他父亲那会儿挺好玩，老头还年轻呢。啊，这不年轻也干不了这么大的事儿、啊。请了100多记者，哎呦，啊、扛着机器在那儿等着啊。老头穿着游泳衣，嗯，他父亲年轻时游泳衣不是像现在啊，那什么样啊？现在的男的游泳就是游泳裤衩，就是一短裤。老爷子年轻那晚儿他还封建，是是，他那个游泳衣其实也很像这个女士的游泳衣，哦，哎，他也还带着袖上身。对，一整身的，对对对，底下像平角裤，对，他就是紧身的。他父亲年轻那边，这一说倒退得个六十来年前啊，嗯，那、嗯、你穿这么一个啊、哦，哎，穿着这个，配这个毛巾被，对，啊，就在这个岸边这儿，记者们都来了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哦、是，来呀，啊啊，
水煮鱼来吧啊、嗯！那时候就有这名啊！哎，快来吧！啊，老头很高兴。是，谢谢各位，哦、谢谢大家，感谢记者。哎、谢谢大家见证一下啊！嗯嗯，我个人非常喜欢游泳。对啊，喜欢游泳，我是希望能够 打破一个自己的一个梦想，不是一个梦想，打破我自己、啊、我的一个愿望吧。哦啊，我要从江这边游到江那边去。嚯、哦！请大家见证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开始吧。帅啊！把这毛巾被哐扔了啊！来吧，是这样的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不是游泳衣穿着脱了？他保守，保守，他怕游泳衣湿了，他就不怕现眼吗？他就脱下来之后，有一个助理啊，会带着游泳衣到江那边等着去。哦，让人看完了再穿上。哎，脱了啊。耶，别亮相，记者们噼啦噼啦啪啦，那还不拍，拍完了好了、收，哎，走了，不游了，就到这儿现完眼就回去了，记者们走了啊啊，他得游啊，老头该游得游，是他游扬子江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要横跨渤海湾，还有这么大的梦想，哎呀，渤海湾比扬子江可长也宽呢、那可是后来确实也去过一次，也游了，去过一次，而且渤海湾他带了个游泳圈，那也可以了，铁的，铁的，340斤游泳圈，嚯、拿船跟着你父亲啊，你父亲先下水，嗯，这干嘛呢？这是试试凉不凉？你把手放下行吗？啊、这就秀气嘛，这还不用这么秀气。哎、这下了水了啊啊，游的当劲儿，是这船跟着，大船啊，哦，船上吊车，嗯，吊着大铁游泳圈，好几百斤呢，铁的，哎。找你爸爸那儿，嗯，哎，啊，夸，喂，好嘛，怎么样？头儿真棒，啊，到今天还没回家呢。哎，好，回不了家了，照底下了那是、嗯。他们家游泳还有一个好手的啊，我们嫂夫人，我媳妇儿。哎呀，太棒了啊！嫂子专业，专业运动员，哎，国家跳河队的啊，跳河队的，跳河跳水队的，国家跳水队的，对啊，嗯。参加过好多次国际上的比赛，是虽说没拿金牌吧，但是人家从来没淹死过啊，这就比我爸爸强，那是很厉害哦，很厉害，还参加过那个什么，嗯，铁娘们三项运动，什么词儿啊这是啊，哪儿有这运动啊啊，反正是那叫铁人三项赛呀、那不是男的叫铁人三项赛吗？女的就叫铁娘们啊，这不像话、有大书法家给嫂子写了个字儿挂墙上。写什么？水性杨花啊！这好嘛，这不是说游泳技术呢。水性大，那花能扬起来，没有这么形容的。当然，在我心中，水面上的英雄啊，就是您呐。对，我们家也就剩我一个了。啊，于老师太棒了！我怎么好法啊？他游泳两大特点，哪两大特点？第一是游泳的技术全面，啊，全都会。哎，哎，仰泳啊，嗯，侧着呀，哦。脑子冲下的呀，哇、哎，脚在下边的水面跑，没正经的，我这都行。而且第二特点就是快，啊，这还能快？哎呀，游泳太快了，是吗？裤衩都追不上，那就是没穿的那个。穿他在前面游，裤衩后边等会儿，哎、好嘛，等我一会儿、哎，裤衩都气说话了啊！我什么都不爱看，我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，是就爱看于老师游泳。就不穿裤衩那个，那是玩笑。我真爱看，喜欢这个。有的时候，你我们出演出去，上大连啊，上青岛，上哪儿，只要有海边哦，那请求于老师示范游泳，啊、哦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爱看呢，我因为我来不了，我这动作标准，对吧？我是他游泳的粉丝。呵，做粉丝的意义就在于他替我实现了梦想。哦，就游得这么好。哎，那年不就是吗？上青岛演出去。嗯，那师哥，请求您游泳给我们看看。啊，又让我游啊！你看了大太阳多好。嗯，青岛。呵，哎，天清水碧，鸟语花香。嗯，我们准备吃的喝的，什么躺椅啊，乱七八糟应用之物。哦，我们这帮人伺候着您。嘿，到海边您给我们游一圈，我们欣赏一下。啊，就瞻仰一下。答应我们了。呵，高兴。青岛
啊，喝凉啤酒，嘿，吃那个海蛎子小海鲜，舒坦。哎，站在海边，呵，提鼻子一闻，空气都是甜的，没错啊，高兴。嗯，我们大伙儿啊，就看着于老师，于老师也高兴啊，爱看我游泳啊，爱看呢。大哥，您游一个吧，啊，你瞧那么客气，求人家吗？是，先把那个沙滩椅给他放好了。哦，哎，什么毛巾被、大毛巾都给人摆得了啊，都得用。两箱啤酒炖好了，还得喝各种的小吃。哎呦，烟卷儿、打火机，嘿，应用之物，咱伺候人家一应俱全呢，都伺候着摆齐了。嗯，大哥您宽衣啊，就是换衣服。谦儿哥也高兴啊，行，爱看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啊。那是，这干嘛呢？先把这貂皮帽子摘了。你等会儿，夏天游泳我还戴着一貂皮帽子？谁告诉你夏天了？冬天呐。为什么求你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冬天，哦，那天是腊七是腊八我可忘了。好家伙，腊七腊八冻死寒烟。哎哎，那么冷。是是，我们都不行了，我们穿着大衣围着，啊，看人家英雄啊。我是替他们实现这梦想去了。嗯嗯，墨镜、口罩，呵，围脖，你这还摘？我这打长波路那儿买来的围脖吧。大衣啊，毛衣，对，天凉。嗯，棉坎肩儿，棉坎肩儿，三保暖。好家伙，秋衣。穿多少层了我？背心。哎呀，行了，您先等会儿去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背背佳，我全穿着呢。这，哎呀，我也冷啊。嗯，马靴，骑着马去的。裤子，你在家脱好了不行吗？你冷。棉裤、秋裤啊，三保暖。哎，这都一身一身的穿着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这袜子要是这么脱的话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你知道吗？脱完了 啊，内裤，内裤也脱了啊。这跟我爸爸一毛病。大哥，您穿上吧。干嘛？这海滩上还3000多游客呢。你早说呀。好啊，这是提上来了。嗯，好家伙，这么长啊。我这个大裤衩。哎，好家伙，我得先坐在这儿喝口酒抽根烟啊。这还得先干这。大哥您请。哦，于老师坐在这儿，大马金刀啊，坐在大躺椅这儿，戴着墨镜，嗯，哎，戴着口罩。哦，这给他开啤酒，你喝啊，摘口罩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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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家伙，太俗气了。嗯，酒瓶子放下，把口罩戴上。多余，给我点根烟。是我傻小子是吗？我这个大七腊八，我坐这儿干这个。您来，来根烟啊。这就摘口罩。叼着烟卷儿，嗯，我这给人点，啪啪啪，有日子没抽了，这是。这玩意儿要抽出肺癌来，就游不了泳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咽了，我这得多大瘾呢？我这个，嗯，把口罩戴。有什么用啊？还是啊啊，小吃还得吃，赶紧切好了一盘啊，青萝卜。啊，这真按夏天那么对付我，青萝卜啊。大哥您来，这摘口罩，这口罩就多余。嗯，起来看着，起来看着，起来看着，看着啊，青萝卜吃完了。哦，把口罩戴上啊。老有这口罩。那盘我还油不油了？我这个端过来这盘白萝卜啊，摘口罩，白萝卜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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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吃了。哎，红萝卜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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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萝卜，你就不准备点别的了吗？水萝卜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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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，把口罩戴上了。那盘是什么？还有那盘是干炒黄豆。啊，快拿过来！就等这个呢，大铁锅炒的黄豆。哦，40斤，这叫小吃啊。哎，于老师把口罩摘下来，不用戴了就，拿一个黄豆。嗯，嗯，好，行吗？戴上口罩，嗯。这就完了，再来一个啊！这你还不如不戴这口罩呢。简短结束啊！这40斤啊，干炒黄豆都吃了，那口罩非烂了不可。哎呀，40斤干炒黄豆，列位啊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谁都吃不了。40斤干炒黄豆吃完了，又来瓶凉啤酒。哎呀，吨吨吨吨吨吨吨。哦啊，我们大伙说，差不多了。天都快黑了，是啊，我们这等半天了，再来根烟，还得抽，再来根烟，以壮行程。哎呦，点一根，哎呀，叼着烟卷站起来了，准备下海，毛巾被啪一扔，咱们多遗传呢、啊，哎，啪、嗯，帅呀、啊，帅，就爱看这戏，就不用形容这个了，啪，烟头一扔，这大三九天了，啊，好家伙！踩烟头啊，这光脚踩的多新鲜呢、啊、这游不了了，这个今儿不行了吧，不游就弄死你。哎，对，谁让你嘚瑟这么半天来了，玩我们一天了啊。啊，下去快啊，下去快，你这样一点都不尊敬了、哎、啊，于老很高兴，好，我去我去我去。哎，这回来不用这姿势，一下水啊，我们傻了，怎么呢？太啊、真会游，在水里就跟一条带鱼似的，还带鱼，好，上下翻飞呀、啊！哎呦，各种姿势，人家就跟水面就这么趴着啊，就能往前走。哎呦，我心说我的天，这要是我不得淹死啊！在水里边就跟陆地是一样，那叫功夫啊！就在水面就这么趴着，嗯、啊，但是也是有意外啊。有什么意外了？吃黄豆吃太多了。那怕什么呢？又喝这么些凉啤酒啊！海水里边是热乎的呀、啊，啊，对，这深处是在水里边啊，海水给肚子一按摩。哦，您各位都是懂点科学知识的，这里头有什么科学呀、啊？它有点气体，啊，啊气体它实在是憋不住了 啊, 啊，走吧，王飞啊，是是，就从身体里就出来了，他正在水面趴着呢。啊，我们离着远啊，哦，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。嗯、啊，你看着水面上，怎么情况？有鲸鱼、啊，这是有鲸鱼那么高吗？这个，噗一下子、哎、啊，开始没理会，啊、紧跟着腾，啪，腾，好家伙！你看这水面上，好家伙，小鱼儿啊，啊，皮皮虾呀、啊。啊，海螺呀，好家伙，飘到海面都是，我打捞去了。哎呀，还有黄豆，那是打窝子呢，可能那是没嚼碎的，听说过，太恶心了。到后来越来越快，啊、叮当噔当噔噔噔噔啪！哎呀，水面上了不得了啊，把我吓坏了啊！大哥，您快上来吧！怎么了？水开了！我去。出去可别说去啊！啊，这都是真事儿，这是哪有真事儿啊？我这是拿您各位不当外人啊，才说的。哎，念叨一点这个后台的真事儿，没有真事儿。哎，一说一乐，最起码您想那画面得多可乐啊！想着是可乐呀，是不是啊？哪天咱游泳去啊？算了吧，我在家踩烟头吧。哎呀，在一块儿合作最难得的就是。我们这哥们儿脾气相投，哎，对，从小就在一块儿，说得来，对我帮助非常的大，那可谈不到，真的，尤其老于家，嗯，给相声提供了多少素材呀、啊？这都是您编的，哎，愣编不出来，是吗？那是，你看好多事儿，有人拿老爷子开玩笑啊、嗯，说点嫂夫人的小笑话，嗯，那个愣来没有，哎，都是真实生活中可能有个98%，哎。没有这么高，还抹着说呢。我稍微的把它圆圈一点，都是您编的，皆大欢喜。
啊，各位呢一听一乐，哎，对，别跟说相声的较真儿啊，这图的就是个乐。哎，你看这句话听完了，把我教坏了。嗯，你也少来这套，你来之前就是那个玩意儿啊。别什么事都来说相声了，哎，人都很聪明，哪那么容易就把你教坏呀？嗯，你们没把我教坏就便宜了。谢谢各位对我们的鼓励。是啊，打昨天开了张了，天津德云社这就开始了。嗯，这是我们在天津的第一个剧场。对，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合作，别的区啊什么的也都在谈。嗯，但干一剧场也不是您想的这么简单。可不吗？啊，这个园子是当年清末的时候就有，哦，这是个老剧场。嗯，当年它叫东天仙呢。嗯，啊，天津有好几个剧场都叫天仙。嗯，东天仙、上天仙、下天仙。嗯，它是按照地理位置来的。哦，啊，地三仙啊。啊，地三仙没有，按菜谱来的。没有，海三仙，海三仙啊，没有。嗯，当年你看梅兰芳先生年轻时候，嗯，第一次来天津唱戏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。哎呦，包括后来什么余淑妍呐，哎，孟小冬啊，马连良先生，这些大家们都在这儿唱。哦，他民国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剧场很兴盛呢？就是因为他这个负责人后台管事的这主他是行家，哦，专业的。他最先提出来的就是风雨无阻，一个观众他也唱戏，这是一个理念。所以说观众觉得说今儿刮风下雨，上别的剧场可能就回戏了。嗯，回戏就是说的就是不演了，是那叫回戏。但唯独他这儿你来准有，哦，那有信誉，不失约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剧场当年很红火。嗯，啊，好多京剧啊、地方戏的名家都在这儿唱。哦，但是后来又改了电影院啦，又改这改那了。嗯，包括在这之前跳大舞，啊，这还跳过大舞，跳舞。嗯，你会跳大舞吗？不会。啊，其实跳舞跟游泳啊差不多，你不行，差远了这个。嗯，这个我们是去年夏天，嗯，啊，之前我在天津说干一个德云社吧，其实找了两年多了。嗯，你比如停车也得解决呀。嗯，啊，这个楼上楼下前后台好多事儿，繁琐。你不是说随便干个小剧场啊，人家可能特别简单，屋里能有40个凳子。嗯，那舞台跟席梦思似的。就那么大，人家就能干了。嗯，我们这个比较事儿多，所以找来找去吧，哎，最后找到这儿，这就是那句话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没错啊。反正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嗯啊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是，谢谢各位，您捧了啊。有时间您就来，可不是吗？天天来我才高兴呢。啊，对，当然是这也就客气话，人谁不上班啊？说明儿有事来不了，来不了不要紧的啊，打发人把票钱送来。嗨，你人也不来，钱也不来，这就不合适。嗨，以后我怎么带你们看于老师游泳啊？什么乱七八糟，打这儿起不游了。别，挠挠再说。这就是说相声啊。嗯，用一句最俗的话，就是我给您快乐，您给我饭吃。哎，就这样，相声它就是个手艺。嗯，剃头啊，修脚啊，种个菜，卖个报纸，非洲当个娘娘，嗯，说相声都一样。嗯，因为人活着就是这几十年。嗯，你说别的没有意义。是，真是没有意义。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我这能力也有限，水平也就这样了。嗯，您各位呢跟我别较真。当然也有人观众说，我觉得你这不行，这个那个，你说的对，嗯，啊，我伺候不了您。哦，咱们缘分尽了，您听听别的吧。嗯，你上对过看看卖茶叶的怎么都成。哦，啊，当然你要说你不爱听，你非进来把听相声打一顿，那我也得报警。多新鲜呢！其实你比如麻辣火锅、四川火锅，你要不吃，不吃就不吃吧。嗯，人有人不吃辣，但你要说不吃，你非得把火锅给他粥了。把人这个牌匾砸了，把掌柜的打一顿，嗯，那也是您的不对。那可不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是服务行业。嗯，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顾客。嗯，
您进来捧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那没错。您的每张票钱我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嗯，那给我们家老的，然后给孩子上学，给我媳妇儿，嗯，给他媳妇儿一份，所以说给我媳妇儿用不着你给，拿着吧，因为啊，这还对付什么呀？这不用对付。行，好，老有这个，嗯，以后不给了。废废话，以前也没给过。你看他不承认了。谢谢吧，嗯，这个给大伙儿唱一个小曲儿，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哦，嗯，这小曲儿于老师帮我创作的。哦，我写的吗？呵，好家伙，于老师写作。他有两大特点，一个写东西好，一个游泳好，是吧？就别提这游泳，游泳可能你不了解啊。对，游泳了解了。行了，那行了啊，嗯，啊，有一小曲儿啊，唱一唱起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嗯，混沌初啊分，天地不开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，画画世界来呀。都说是英雄造时势，苍天也不睁眼把英雄埋，孔夫子无时困臣才呀，姜太公不得势啊，蹲过那钓鱼台，张三爷不得势，推车卖过肉啊，关二爷不得势，卖豆腐走的长啊街呀，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呀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。说我呢，好，我们今天下午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